大家好，我是大喜。按照我们这里的说法，老年人过66呢是个大生日，平时呢可以在家吃，大生日呢就要请老人的姐姐啊、朋友啊，要摆大席。咱们的大生日有66，还有80，这都算是大生日。现在生活好了呢，儿女为了给父母尽孝呢，也一般都会选择给父母办个酒席。过生日呢，咱们一般都是选在这个节假日，就是儿女呢都能聚在一起，还有亲朋好友都能聚在一起。正好我妈呢，我妈今年也是66岁了啊，66岁了，也算是个大生日。所以呢，我们姊妹几个呢，就是商量着给那个老人，摆几桌，过个生日，过个大寿吧。我们这应该说是过寿。过寿呢，肯定少不了酒席嘛。现在我们就去，买点酒，买点烟，还得买点那个鞭炮呀、烟花什么的，热闹热闹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出发。走了。买了两箱那个白酒是用的咱们当地的这个品牌的酒，是红太阳，一帆风顺，这个寓意也特别的好，一帆风顺。不能光喝白酒，然后也有不喜欢喝白酒的，喜欢喝啤酒的，咱们又要了两箱啤酒。又买了点这个糖块，还有瓜子儿，喝酒的时候当茶油了。去买烟花，还有鞭炮。不想走了，人。坐车吧。现在咱们去看一下咱们的鞭炮，还有烟花，这个是少不了的。这是留着国庆节晚上咱们要放烟花，还有放炮仗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80啥的。我叫他过来。你叫他过来。你不知道讲鞋子价格的呀？鞋子价格。这个120这个鞋，128，这是80啥的，这是80。我就炮仗就是炮仗日呢，搬一个小你搬一个。
住着吧。那个啤酒搁那我一箱行吗？行，那就这样行。你那个花子还能搁中嘞？花子搁长筐里嘛，加了中也行。这烟花买完了，花了好几百。到时候让我姐还有我妹，然后再让他们再买。去吧。今天是回来。哦。哎呀，到家了。妈妈，我的手快。嗯，好了，起来。这烟花先晒天再晒着不行。叫他踢的一把他的糖块啊。在外边的，在外边的，拿去拿去。你递给他糖块，叫他踢的不行。那不睡得搁墙根沿了，还得摸一回这啥？先把大的放下边儿啊。大的。这糖块是你的是吧？嗯。